韩国女神全智贤2012年与同龄的金融才俊锤俊赫结婚，并于去年2月为老公诞下儿子。虽然全智贤贵为国宝级女演员，不过她的私生活就非常隐秘，儿子至今从未曝光过。早前全智贤拍完剧集《蓝色大海的传说》后，立即停工回到妻子跟妈妈的岗位上。除了现身代言活动之外，全智贤其余时间都花在照顾家人上面。继年初全智贤和老公被捕获到一起去超市买菜时候，最新就居然有网友破天荒地拍到全智贤一家三口在餐厅吃饭的画面，是全智贤儿子的首次被曝光。照片中可见一家三口故意坐在餐厅较为僻静的角落里用餐，也只见到全智贤儿子的背影，而且还戴着帽子。但根据现场网民透露，还没到1岁半的儿子坐在宝宝椅上，也显得比同龄的小朋友高，反而更像2岁的小朋友，应该是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基因。